先前年皇帝诏曰，苏云德等公民在家候期三年，今奉神命前到南溪上任，不得有误，请赐谢绝龙恩。共请后堂用宴，大家公公在身，就此告辞。公公公公，哎呀呀呀，像我素云科场之中得中万岁龙火榜第三名，在家候等三年，欲知圣旨一下，叫我前去兰溪县上任，向我不免换出县旗，上岸一番也就是了。县旗哪里？来了。
须亲去婆婆一同商议。娘子说的甚是，待我请出母亲。母亲那里，孩儿这下有请。啊，来了。儿啦，还去为娘有何事情？母亲，你有所不知，只因圣旨下了，孩儿前去兰溪县上任，因此请出母亲与你商量商量。怎么，万岁来了圣旨，要我儿前去上任么？正是。哎呀，
母亲，你且放心，待我此番前去兰溪，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定然前来迎接母亲，前去兰溪也就是了。去了。哎呀，娘子，妻儿，你这是何意呀？婆婆怎能叫你一人在家呢？婆婆，妻儿我愿在家侍奉于你。哎，儿郎，婆婆一人在家没死的，你还是娘子，想你我前去兰溪，把事情安排妥当，我再派人马前来迎接母亲，前去兰溪县享受着天伦之乐，还望娘子你且放心。既然如此，婆婆你一人在家要多加保重。是啊，母亲，像你一年来，你可要保重身体，还是？儿啊，你且放心，妻儿，像你身怀有孕，更要保重身体才是啊，多谢婆婆关心。儿啊，母亲，二位娘。今天共生，母亲，娘子，父亲，母亲，上了年纪，你担心他，小为父母也是担心他呀。我们前去兰溪，过上三五天，再来迎接母亲，也就是了。儿啊，来，这是为娘与你夫妻二人点好两片瓜子。妻儿，你千万不能嫌婆婆凑阵麻线。多谢婆婆。来，我给你穿上试试。母亲，来呐，来，带我穿上。好，母亲，母亲，哎呀，不好！哎呀，你看这衣服，圆的灯火被烫上了一个小洞。啊、哦、啊，没事没事，儿啦，快脱下来，待为娘帮你重做一件。啊，改日我再叫家人送去也就是了。怎么？好好好。父亲，你看天色不早，还是赶路要紧。母亲，天色不早，我要启程了。啊，要小心。母亲，保重了。婆婆保重。东啊路啊路，走，西啊前啊寨，走。
天白日之下，哪有这买路之理？呀呀，呸！东二楼楼，楼上上吧。想做些什么，小娘子？我看你花容月貌，不忍心将你杀了，你不如随我回转山寨，给我做个压寨的夫人。
是把他杀掉，这都可惜啥？我不杀他，他也不愿，这怎么办呢？你？哎呀，大哥，猴子不上树，多打三片锣吗？此话怎讲？将他带上山岗，关在山头。时机一长，他不就答应着吗？问这个言之有理，得中了喽！喽，将这驴子与我带上山寨。上。那屈人下山抓一女子，关在黑房之中，要与她拜堂。全军出动！真真！叶红娘，带我前去。见过二爷，把这老东西啊！哦，二爷，山上的喽啰们都在忙着，为大王操办喜事，你怎么跑着你来游手好闲啊？这，哦，二爷，你看，像我杨丹也忙里忙外，准备为大爷全情拜堂啊！哦，我来对你演讲。这个小女子就关在何房之里，你要与我看好的。好，晓得了，晓得了，送过二爷，送过二爷。哎呀，去去，带我赶上前去，砸开门锁，放那女子。好走！你此去不是说话之去，赶快走！你看，我已将那女子放走，待我闪过一旁。敢轻走，备了。哎，大哥叫我来把这个小女子带到前头拜堂，带我去。门开上，带我进去。小兰子，小兰子，哎呀，快来人啦！哎呀，活死啊，换给换岗，那个小女子她不见着啊。哎，无趣不喜，你先下来走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小女子果然不在房中，这是活人将她放走。是啊，是哪一个将她放走的？哦，二爷呀，二爷，你一人来到房子之中，莫非是你啊？
哎呀，姚大，你不能喝水啊！要是给大王知道着，他不要我的头啊！哎，阿姨，你看此次渔获是好啊！哎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是大是小，报了就了。哎，对对，我们去报告，哎，大爷知道了。哎、对对对，如此齐齐。刁爱何事？大哥，那个小娘子，她怎么了？她逃走了。她当真逃走了？她是逃走的。她中了牢笼。家丁前去追赶，他来小院有女子，定然逃之不远。待我从小楼赶上前去罢了。家住哪里？姓什么名谁？为何把贼子抓了回来？结果，你大胆向我讲来。
家主这里举救人事，你丈夫苏云被这次杀死，可是啊？真是！你看，这次带兵丁前来追赶，你赶快逃命罢了。这次带领家丁前来追赶，你是远古日子人人跑得日他，快快到芦苇丛斩败一身，快去！有呢啊，见过大爷，一身人情，你在此何事？啊，大爷哪曾知道？要打听说那一女子不知被何人放跑，是我提着灯笼也前来寻找也。你可看见那美人往哪里跑了？这将啊，大爷，是在之间我好像看到有个人影，这么一晃就朝那向去了。他中了路路，对对。姑娘快来，姑娘快来，多谢老伯救命之恩。苏家娘子，那这子已被我骗走，此去不便久留，你赶快逃命罢了。多谢老伯。老婆，你哪里知道，这与我腹中怀孕娇儿已有血缘，想必快要离开了。啊，也不好。既然十月临盆即将产生，事到如今无取产生，你还是到罗伟冲变了。你若手抱娇儿，被那贼子知道，你的性命难保，你的娇儿也性命难保。老婆，受益一死，倒也无妨。我老婆打死我便哭你的娇儿。苏家娘子，你快娇儿把我，你站在刘文成左边一时再不到你。快！好！
见过大爷了。啊，姚大，你怀中的婴儿他是哪个？这将将将大爷也哪曾知道，是他之间我在四处寻找哪个娘子，没想到这路旁某不知何人遗弃一个婴儿放在路边，是我姚大将他抱在怀中了。哦，姚大将那婴儿让母家一看。想知咋中养他何影，待我活活将他摔死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不能将这个婴儿摔死啊！像你在山寨之上，年纪也这么大了，到现在是无儿无女，把他带回去，你老人家到后来也不是有个靠山吗？这小小婴儿带上山寨，哪一个能将他抚养长大？这啊，大爷你且放心，姚大年岁已高，我能将他抚养长大。你能将他抚养长大，这你是？那好，姚大，我就将这婴儿交给你，你要好好的将他抚养长大。是。打中啊，罗路。好。回山。是。苏家娘子快来。老苏家娘子却能带领家丁他回寨去了。老婆，不知我的娇儿哪里去了呀？这娇儿某他被巨人抱回家中去了。放心，你的娇儿
我会好好将他抚养长大。从今之后，你就不要前往徐能的山寨找你的娇儿。倘若此事被那徐能者子知道，娇儿乃是你苏家的后根，你的性命难保，你的娇儿性命难保。离死不打要紧，你苏家的仇恨活人来算，活人来报啊！苏家良，你多不报。老婆，老婆，娇儿托付于你，倘若我不仔细后相见，只怕不得相识。老婆，家有血衣伴夫，你带在身边。老天有眼，你们母子定会相识。老婆，那时就以血衣为证，受我数亿一半。苏家良，你多多保重，天色不早。不要告辞。殊不知，近来大别之年，孩儿我心想上京赶考，不知爹爹意下如何？这个，我儿十里寒窗上京赶考，为父心中高兴。怎来你年纪尚小，到京都山遥路远，为父放心不下，要他来接。那了
见过老爷罢了。姚大，只有我爱明日上京赴考，我放心不下，叫你陪他一同上京赶考。这个姚大，一路之上你要好好照应少爷，出了差错哪里是我。是少爷请。弟弟孩儿告辞了，去吧。姚大，老爷一路之上你与大少爷该讲的则讲，不该讲的你不要讲。哦，是是，快要去。是，我爱上京去赶考，但等我爱好我些许。